这个球出棒投手没办法拦到，中间方向传出去，今天一直安打。那再来就是王正浩呢，他的被打击率哦，是在过高了。嗯，他投36又三分之二局被打57支的安打，中间包括4支全垒打。这个球又投在高的位置啊，那变化球在高的位置，除了自己有机会接，其他的队友是帮不上忙。